好，我们下面讲第三个邪淫。造邪淫业呢，将会堕落三恶趣，业重者感生与禁边地狱的这个铁柱三重，或者与地狱感受卧铁床啊、抱铜柱的燃烧之苦，或者转身于啊不净淤泥之中，或转身为女人胎中的寄生虫。啊，这个就是也重报的。这个轻报的呢，就是就转身为动物，鸟类的动物。在普贤上师这个言教中，有邪淫者在地狱受苦情形的描述，因为猛业成熟，变现出地狱铁柱山的业力景象，在业力的牵引下，淫欲众生呢，身不由己地来到铁柱山下，这时听到山上昔日的爱友呼唤自己，于是就向山顶啊攀登，山上的铁树枝叶纷纷地向下刺穿身体。等到达山顶时，又有乌鸦、鹰等飞来的这个鸟吃他们的眼油。此时呢，山下传来呼唤声，淫欲众生又像又如前一样奔下山去，所有的铁树枝叶又指向上方，从他们的前胸径直穿透后背，这样子来回跑这地狱里的众生这样的情形，可能就讲起来都就是没有办法相信，所以你们有机会你们自己看啊。这种地狱里的果报我们就不讲了啊。那么从地狱出来呢，这些邪淫众生从地狱出来的恶鬼畜生道，继续感生余生余业的果报苦果。那么这种众生呢，就是在畜道的比较多啊，畜生道呢就是。再是这样的哈，畜生道，你看他们就是，特别是这个鸟类的动物啊，禽类的动物，他们都是这个邪淫业比较重啊，愚痴嘛，这种众生也很愚痴。转身为人呢，也是这样啊，这个世界现在末法时代就这样，你看人现代人啊，眷属呢都不随意啊，不像古人啊，眷属呢不贞洁啊。家庭也不和和啊，还有这个夺人所爱啊，到时候他自己也会感受同样的果报，自己所爱也会被别人所夺啊。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啊，很多。那么这个邪淫的这个同行等流果呢，生生世世贪恋这种女色，喜欢邪淫。转身为鸡等啊鸟类的这个贪欲重的旁生，而行邪淫导致的内心的痛苦呢，会像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，长久的伴随着造业者，无法摆脱，直至此业力消尽为止。这个法院诸灵中有这么说：佛言，邪淫有十罪，一者常律彼夫所杀。可能就是被这个她那个丈夫所暴打甚至杀害啊。二者呢就是夫妇不和睦，三者呢恶增善减，有邪淫嘛，肯定会增长很多恶业啊，助长很多的恶业，善业减少。四者妻子孤寡，孤寡呢就是指这个短寿了啊。五者呢财产日损日耗，邪淫业你肯定也是耗财的了啊，并且呢也会做生意也不顺。六者恶事常被人疑，七者亲友诽谤，八者广结冤家，九者死入地狱，十者报尽为男，妻不贞洁，报尽为女，多人共一夫。你看这个古代很多女的供一个夫，就是做人家的小妾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况呢，都是也是因为邪淫的缘故啊。所以说中国跟那个印度两个国家，这个这一点好像是西方国家稍微好一点哈，就是欧洲那边的人稍微好一点，他们这个一夫一妻制的。
中国这个方面的中国人这果报特别严重啊！我前两天看那个日本天皇，好像他们是一夫一妻的，那中国的皇帝呢，那就不得了了，是吧？三宫六院的都是啊，就是这个果报很严重。这个一个是中国，还有一个是印度啊，还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也是这样的，好像是啊，这个都是邪淫的果报。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。过去的人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那个的哈，我记得有一个海报哈，就是啊，也就是100多年前，美国有一个女明星，好像是就是穿了个泳装在海边拍了张照，后来被判了一个什么亵渎罪，判了还坐牢了，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哈，100来年前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那在中国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早就被人打死了当时啊，现在的。难讲了，嗯，邪淫之中，如果对境是至亲尊长啊，僧尼凈眾，则所造罪业尤重。对自己的这个亲人、父母，那个罪业重啊，还有就是出家人，十多无间地狱，啊，屠割烧魔，无有停息。且此戒坏后呢，即生他戒，他戒复坏，更即他方。啊，所以说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啊。这话说回来，我们作为出家人也要防止别人犯罪，对吧？女众啊也好，男众也好，都要小心，远离异性。出家人哈，无论是女众要远离男众啊，男众的师父呢更要远离那些居女居士。这个要远离他们呢，尽量的少见，不能聊天啊。特殊情况现在也是没办法了，就啊，有什么事也不能够单独啊去聊天，更不能一起出去啊，什么之类的事啊，就是一起去买什么东西啊，这样的都不行的啊。就是防止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作为出家人也说好戒，戒律上都有的，这个就不用说了。我们学出家人首先要保护好自己，更要保护好众生。要保护众生最好的办法就是防止众生就发造业。做居士也是一样啊，更应该小心啊，要保护好出家人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僧团呢，也多女众也很多，是吧？他们也可以。女居士也多，所以说呢，尽量得让他们去帮助他们啊，少接触。自己没有把握呢，就是，不要小心。现在就在外面，这个年纪很大的人，当然是好一点啊。那接触5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那当然好一点。那个是年轻人就要小心啊，尽量的不要让人家犯罪。这里讲一个公案，说明朝的时候，晋江一个姓许的，还是举人啊。那举人呢，那是很了不起的人了啊。那个时候中举了啊，一次呢，偶然过这个泥庵，见一少女心生邪念，以示啊威胁，所以说你看当官不好吧？中了举了，当了官了，他的胆啊，就是胆子大了。如果是老百姓，他也不敢。金乌这个人，你是次日无故发狂，自咬舌头而死，这是花宝，结果当在地狱。这个就公案就我们就不讲多了哈，就举这么一个公案啊，这样的公案举不胜举了，我们都没有什么好讲的啊。这样的事情呢，我们就不讲了啊。自己呢，有关于这个因果方面的故事呢，也多得很。夫妻啊，这是合法的。那么如果呢行之非时非处，亦会在现身产生恶劣的后果。这个寿康宝鉴里面有这个讲这个哈时间的问题。那么呢就是在家人呢要看的啊，就有关于天际。天际就是这个非时。酷暑、严寒、烈风、雷雨、
天地毁命，日月薄时啊，就是日月月食的时候，红线地动，白昼星月之下，灯火之前啊，这个呢都会减寿啊，然后果报呢就是这个生出这个怪物来啊，就是这样。地忌就是飞畜，寺庙啊内啊这样的，还有井灶边呢、啊。啊，总监呢，就是坟间啊，是棺啊，棺椁这个边旁边呢，这些啊，泛指的减寿啊，产生怪物啊，还有人际郁怒的时候啊，所以心情呢郁闷啊，发怒的时候啊啊，这个心中有怒火的时候，大怒伤肝啊，还有远行。远行的就是非常劳累啊，身体啊非常的疲累的时候，还有醉饱，还有空腹，病后，胎前就是指这个孕妇啊，产后，还有月事来的时候，还有足息就是特别寒凉的这个东西啊，也会伤身体的。啊，就是非常寒凉的这种电的东西啊，寒凉的上面，然后平常生病生疮出痘的时候，还有眼睛有病的时候，虚劳症啊，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的人特别的容易减寿啊，死得快。伤损筋骨的时候，筋骨受了伤损后，那么呢都会这样啊，过度的辛劳操心，过热惊恐忧愁泛之呢啊，夫妻在一起啊都会啊得病啊，减寿啊，甚至死亡啊啊，就会很严重，对身体的损害很大。我们要是对治这种邪淫的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观修不净观呐、啊、还有就是修这个无常观呐、啊、三苦观，最重要的啊，是观这个苦，观坏苦、行苦啊，苦都是苦啊，这三苦都在其中啊。这个欲来了就是苦啊，很苦啊，然后接着就是坏苦，然后呢就是行苦，是吧？都在里面，就是一点乐都没有，就是最后还要受严重的、极大的痛苦的果报啊，非常难受啊，并且这个果报后面的果报就是越来越难受。干什么都是这样的，开始啊还不遇不重的时候还好一点，那痛苦没那么重啊，随着你的这个贪欲心越来越强了，那么这个果报啊就是越来越重。不要说死后下地狱了，什么堕恶鬼了，这个不说，现世你就会感受到很大的痛苦啊，很苦的啊，就三苦就现前，当下就现前。观修这个三苦，这个三苦学明白了，对治这种烦恼是也不算很难，当下就要去对治啊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坏苦来的时候升起贪欲，然后增长贪的习气，然后呢就苦加深啊，然后就越来越严重啊，最后就颠倒了。无量劫来呢，我们这种习气呢就是串习的太久了啊，就变成一种本能，然后呢啊我们无法超越啊，很难超越，不用解脱的正法来对治是不可能的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啊！啊，只有佛陀讲的方法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戒除一切贪嗔痴的毒啊！所以说，佛陀对我们是有极大的恩的啊，他教给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解除痛苦的方法。啊，其他的方法都不行的啊，其他的方法呢都是假的啊，其他的方法的这个方法不对啊，就是我们都知道啊，世间人的这种所谓的解除痛苦呢，只不过是增长痛苦的一个啊过程。世间人的离苦得乐的方法是完全颠倒的。就像那个渴了喝盐水一样的，越喝越渴啊，越渴越喝，那就是这样。